我是何清宁，一直以来我都自信地以为所有事情尽在我掌握之中，但今天发现我好像还有很多不知道的事情。夏夏，我可总算见到你了。我们家大宇嫌我太热情，一直都不让我见你。是吗表姐？那郭志宇他今天为什么来见你？他想找份工作，需要对你负起责任，还说下班想找个兼职呢。兼职？这也没什么，本来我也打算让他来我这儿代课的。夏夏，我真的非常感谢你。我也从来没有想过，我的弟弟因为你能变得这么好。因为我？宇哥，咱们这次把他们给打服了，以后这片儿可就都听我们的了。就是，还咱宇哥厉害，你看他都不敢还手。以后不打架了。是吗？我说从今以后啊，我再也不打架了。不是，为什么呀，宇哥？就是啊，你看咱们从来可都没输过，他们这次都把他们给打得有点受伤了。女朋友会担心我的。你们好好想想吧，真准备这样混一辈子。走了，宇哥，我给你点了咖啡，加了好多糖。啊，不好意思啊，夏夏，我今天迷路了。所以来晚。你怎么又受伤了？啊，不碍事，跑太快，摔了一跤。啊！还疼吗？不疼了。以后不要再受伤了，知道了吗？要不是你，他可能现在还是个小混混呢。之前他去你们公司找工作，结果没选上，他担心不能跟你在一起了，急得差点都哭了。他是因为这个哭的？是不是挺傻的？你知道他最担心的是什么吗？他最担心的是你不开心。之前你跟你妈吵架，他总是缠着我，问我怎么哄女孩子开心，我就打发他去看偶像剧学习，谁知道他真的看了几个通宵。夏夏，你是不是不开心啊？你要是还不开心的话，哦对了，你要是难过的话就去跑步啊，把眼泪蒸发成汗水就不会难过了。怎么样？有没有开心一点？我要是还是不开心的话，我还有一个杀手锏。如果你想流泪的话，你就倒立，这样的话，眼泪就不会流出来了。
夏夏，你是不是不会道理啊？你这样我更生气了。那你不开心，我该怎么办啊？你陪陪我就好了。夏夏，你会不会觉得我特别没用，特不浪漫？ 听说你们最近闹矛盾了，他没跟我说什么，是我看出来的。夏夏，我知道我们女生呢总是比男生要更成熟，想的也更多，但是有的时候想的太多，会连眼前的幸福都抓不住哦。 事情就是这样的，我和我妈身体互换了。这，干宇，你是被吓到了吗？我知道这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。这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啊！电视剧都不敢这么演呢。但是这就是真的呀。那你的意思是现在，阿姨，在你的身体里？对对对对，我妈。 我爸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？啊！这太刺激了吧！韩美女，一个人啊？我请你喝一杯吧。你谁呀？我女朋友。 一直都是小朋友。嗯，我要装，装完了。嗯，我要这个。喜欢哪一个？进来再装上来。
担心。那现在呢？你怎么知道？别的小朋友有的，我的大朋友，待着点。还没有拆开啊。而且，小朋友晚上是不能吃糖的。走不动了。那我去开车。你背我。希望你酒醒之后还记得自己做过什么。这个怎么办？何青柠，酒量那么差，还喝那么多酒。我没事儿，妈妈自己待会儿啊。何青柠，我喜欢你。是我听错了吗？这是什么情况？我是何青柠，我还在我女儿的身体里。时间总会教会人点什么。这段时间，夏天天似乎长大了。老李，哎，咱俩真是一见如故。来，你干了。我可是万万没想到啊！咱们何总的酒量可是惊人呐。那必须啊，感情深，一口闷。来，快喝。好。谢谢何总。那是因为看在你老李的面子上吧。何总近几年已经很少喝酒了，不过当初刚创业那几年，那可真是吓死人。为了拿下我公司的订单，他直接吹了一瓶白酒。哟，这么厉害。就我这酒量，我还吹了一瓶白酒。是啊，你忘了，那时候你公司刚开，见我没说上几句话就喝了一瓶。不过那时候你酒量还真是不怎么样，刚喝完就晕了。我也算老江湖了吧，我第一次见他这么拼的人。那个时候啊，一个小姑娘家家的，什么也没有就敢往前冲。
佩服。不容易啊，何总。感谢各位这几年来的照顾。我干一杯。何总真是好酒量。豪杰。豪爽。还是那个样子，劝都劝不住。当初说什么为母则刚，创业是为了自己和女儿更好的未来。来，再干一杯。好好，来，来，干杯。又不把衣服叠起来。回来了，妈，怎么样？没喝多吧？快坐，快坐，我做了晚饭给你吃，来尝尝。来，你尝尝。好不好吃啊？对不起啊，妈妈第一次做这个米饭有点夹生了，下次我会做得更好的。没事，好吃的，妈妈做的饭就是这个味道。你怎么哭了啊？哎呦，妈妈知道自己做的不好吃。没有，真的很好吃。甜甜，妈妈对不起你。以前，妈妈总觉得，只要多赚钱养家，就能让你过上好日子。但是后来我发现不是这样的。好了好了，我们家宝贝女儿今天怎么了啊？在外面受委屈了？没有，我就是想抱抱你。你有没有闻到什么味道？好像是我做的菜糊了。我们换回来了。叫我下下。啊，一直不好吧？昨天下下都跟我说了，你们已经互换了。我已经说了，我们已经换回来了，你到底怎么样才行啊？
姨，我之前是真不知道你们俩患了身体，所以我才做出那样的事儿。你打我也是应该的。我真的是夏天天，我知道你爱生吃大蒜啊。对不起，阿姨，我是不是熏到你了？我还知道你左边袜子老爱碰一个洞。对不起，阿姨，我会自己补的，我绝对不会让夏夏帮我补的。你左边屁股上有个胎记，我就说吧，这样你总该相信了。夏夏怎么连这个都跟你说了？郭志宇，你不偷随便你吧。夏天天，你怎么在这儿呢？秦总找你过去一趟。秦总，我和我妈。你们换回来了？这您就看出来了？他敲门从来只敲三下。哦，好了，没事了，你出去吧。不，我觉着你一定有事儿。买了你妈最喜欢吃的抹茶蛋糕。要不我帮您解决吧？不，我只买给他吃。秦总，您这就不对了，好歹我是我妈唯一的女儿，您以后可是要当我爸的人。何总，在忙什么？嗨，秦总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我在上海出差呢。上海那边的天气怎么样啊？这还可以。何总是喜欢打雷吗？雷雨天，算是好天气。这个男人明明都知道，他是在逗我。我这边的天气也不怎么好。你不喜欢晴天？见不到你，晴天也觉得很糟糕。我来，傻成这样，我都开始怀疑我自己了。大宇，阿姨，你怎么来了？不是你发短信叫我来的吗？我找的是夏夏。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我就是夏夏。不是，那么，郭志宇，别追了，郭志宇，你不是答应过我再也不打架了？你忘了自己怎么跟我保证的了？你不想跟我在一起了？夏夏，你是不是傻呀你？你追小偷干什么呀？万一他有刀呢？他抢你包啊。你要是出事了，我要包有什么用啊？包能跟我结婚，包能照顾我，包能陪我一辈子吗？你知不知道，你要是出事了，我……来了。
何总。秦总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因为想见你，所以来了。送给你。这到底什么情况啊？我是何清宁，一个热爱工作、心里只有女儿、不需要爱情的女强人。我以为我会一直这样下去，可是在那个瞬间，我真实的动心了。一切美好的，让我只觉得这是一个梦。因为想见你，所以来了，送给你。可是，那是情志，而我，却是我。这就是我们下一阶段的合作计划。何总，何总，行，我知道了。对了，何总，秦总约您今天中午吃饭。就说我没空，帮我推了吧。何总，那个秦总说，您要不出现的话，就暂停和我们公司的合作。秦总，我们为什么约在这里见面？你看，不拍吗？今天我要跟一个最重要的人说最重要的话。秦总，我想你是不是误会了？我觉得我们有必要把话说清楚。好，那你说。你是不是早就知道是我？是。那你是在耍我？我承认，我有借机靠近你，追求你，但这一切都是因为，我早就已经喜欢上你了。我公司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刚才的话对你造成了困扰，我向你道歉。没关系，秦总，你很好，很优秀，但是我们真的不合适。喜欢你。
妈，你是又跟谁互换身体了吗？你前两天不还是忧郁女子，今天怎么突然变成娇柔造作的小女孩了？你衣服都在这儿了吗？怎么裙子这么少啊？有粉色的吗？有啊，我初二的时候买的那条孩子，穿倒是能穿。不过，你到底要干嘛呀？我能干什么呀？我当时是去见客户了，客户年纪比较小嘛，我得想办法融入他们。嗯，是吗？小孩子家的，问这么多干什么呀？我其实挺喜欢恒仁广场市的，有家的感觉。好吧，那以后我经常陪你逛超市，或者买一个超市。哦，我知道，你们是来谈合作的吗？这次是准备入驻超市？可不是吗？来看品牌。那这次要代理的品牌是？还是内裤啊？对，我是要准备代理这个品牌。何总在服装界已经很多年，还比较年轻。对了，在今天，明天上班的时候做一个方案。啊，不是吧，老总，我们继续。嗯，请。我们公司真有这个地方？你想歪了，看都看不出来。夏夏，你真做坊啊？不然呢？被我妈害死了都。那我帮你吧。何总，里面请。秦总，这一次我是认真的来和你谈生意的，请你尊重一下你的合作伙伴。谈生意？是吗？这一次你要给我公司让出10个点的利润。好啊，都可以谈，看你表现。还不够。好好答应你。表现也不错，就5个点吧。我先走了。别走了，我早就知道了。妈，这么多年你一直在为我付出，我希望你也能有自己的人生，还有幸福。
你们请啦。这次的深度催眠是希望你们能够真正的去感受对方的生活，我希望能够帮助到你们，让你们真正的理解对方，缓和你们之间的矛盾。谢谢医生。那你们聊一聊，我就先出去了。妈，对不起，以前我不知道你那么辛苦，还老是跟你吵架。你别说了，妈也有做的不好的地方。你和郭志宇的事儿，妈不管了，我相信他，更相信你的眼光。妈祝你们幸福。谢谢妈。自己的幸福呢？真的？不愧是我的女儿，继承了我的美貌，随便穿穿就青春靓丽。那当然。妈，我一会儿上班还要打卡，我先走了啊。等我一下，今天要去你们公司和秦总签合约，正好送你过去。那你快点。阿耀，夏夏，夏夏，阿姨怎么来了？你别紧张，我妈她同意我们两个在一起了。真的？请进。谢谢。早就听闻秦总大名，今天终于见到了。本来打算亲自去接你的，但是临时接了一个工作电话，请何总见谅。秦总这是说的哪里话？你要是这么见外，我就得怪自己没带礼物了。秦总也看黑格尔的书。这个是。你之前给我留的电话号码被雨水淋湿了，今天能帮我补上中间的几位吗？这样可以吗？可以。当然可以。
听不到打翻心事的胡闹，满桌的风声忘了我的喜好，眼睛看不到你皱纹藏的巧妙，猜不透你的心跳，窗外天空不再高，一个拥抱啊，我住进你的灵魂。